希望美方言行一致，同地区国家一道共商亚太团结合作之际，而不是密谋分裂对抗之策，共建亚太开放包容的朋友圈，而不是拼凑封闭排他的小圈子，多做有利于亚太和平与发展的事，而不是在亚太地区制造动荡和混乱。至于印太经济框架，中方认为任何地区合作框架都应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，增进地区国家间的互信与合作，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，不应带有明显的选择性、排他性。想与病毒共存的话，当然要必须要配套啊。所以呢，用旺旺水神来防疫，有效能够保护您、保护自己、保护家人。防疫不能等，请赶快上快点购。买的时候记得呢，输入呢秀秀的推荐代码 CTI 666 CTI 666，希望大家做好防疫。